着车来上班，因为我车呢坏了，这次要大修了。这个有两个缸，没有缸压，这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可能一直都要坐着公交上班了。上班回来了已经，然后现在我们小区附近，就是那个商业中心楼顶开了一个这个叫什么？小型夜市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带叶子宝宝去逛逛。你看这家伙穿拖拉板就跑夜市去了。夜市就在这个楼顶。就是这个地方，星光啤酒广场。嗯，你抓那个，我抓这个，走。这个是小区旁边这个青美商业中心的那个楼顶，然后正好被利用，我估计可能当时也是这么规划的。上面是一个小型的夜市，目前为止这个应该才开业没几天，应该就这两天开业的，然后现在也没什么人。这地方我第一次来，然后今天要的东西挺多，这个烤肉啊、烤菜、烤辣子、烤这个各种，然后还有虾尾，要了一份虾尾，还有凉皮儿，反正就这么多吧。我们两个人就吃这么多东西，其实也没多少。对我来说，小叶子上桌子了。还是加点醋。再来。你等一下。这面筋实在。嗯，火腿肠那种东西算了。嗯。阿姨陪你玩吧，你坐一会儿吧。有这个，辣子，蘑菇，土豆。你几岁了？我一岁三个月。虾尾。这个馕还可以和这个烤肉一起加工一下，然后再把它烤一下，特别香。烤辣子，这虾尾我在吃的时候和那个还有虾啊什么的，我每次都吞，嫌麻烦把头一去就直接吃了。我很懒得多搞一手，今天要的东西确实挺多的，而且不过要再多，哎，我们吃完了。中间有这个通道，把这两个片区隔出来了，让我觉得特别不方便。如果想吃这边东西的话，还得到这边来拿。